我眼镜去哪了？我记得早上戴了呀。这2000多度没有眼镜，我啥也看不见呀。这眼镜呢？老板，来一瓶可乐。这个，给5块钱。来，给你钱。哎，好，给。你自己找85的零钱啊。嗯，我自己找。对，你自己找，我这有监控啊。好了啊。好，欢迎下次再来啊。阿呆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发现一家免费的超市。不可能，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买零食吃？今天当然不吃了。我发现那家超市老板啊，眼睛最起码有5000度，啥也看不清。真的吗？我给了他20，他还让我自己找钱。看，我都已经把白纸裁好了，和钱一样大小，我们一会就知道。哎呀，老板，这年轻人，给老板，这是500，不用找了啊。哦，好的，下次再来啊。这你别笑。哎呀，终于找到我的眼镜了。赶紧看看这几天赚了多少钱。我去，怎么都是白纸呀？这啥情况呀？点击下方橡皮擦课堂关注一下呗。